小明游长城 Ming's Adventure on China's Great Wall. 今天小明很高兴，爸爸要带他登长城了。爸爸告诉他说，今天长城的长度已经超过6300公里了。2000多年的时间里，很多皇帝都曾修建、重建、维修、加固过长城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去离北京不远的八达岭长城。远处，八达岭长城像一条巨龙，匍匐在连绵起伏的山峰上。八达岭长城有500多年的历史了，入口处的关城好高大。小明顺着台阶飞快地往上爬，很快就爬到了长城的高处。再往下看，他发现爸爸还在半山腰呢。爸爸，加油！小明顺着城墙边走边看，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。方圆几里内的美丽景象尽收眼底。不知不觉间，天色渐渐暗了。突然，小明看见前方有光亮，他向着光亮处走去，看见那里站着一个身穿铠甲的兵士，兵士手里拿着一盏点亮的灯。小明问，我叫小明，来这里跟爸爸游览长城。您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呀，是守护长城的将军，正要去各地巡逻。将军问小明，你想跟我去看看吗？小明高兴极了，好啊。将军拨了一下灯芯，灯光一闪，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将军告诉小明说，这里就是2600多年前的楚国，这些正在修筑的城墙就是长城最早的雏形。随后将军又拨了一下灯芯，他和小明就来到了2200多年前的秦朝，恰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率将士巡视长城。2000年前中国汉朝的时候，长城已经长达10000多公里了。大约600多年前的中国明朝，则是长城修建工艺最高超的时代。长城规模更巨大，更坚固。将军带着小明去看各种各样奇特的长城。你看呐，不同时代不同的地方，建筑长城的材质可就差异很大了，有夯土的，有砾石和洪流混合的，也有砖和石头混合的。小明兴奋地说，这可真是个大工程。是啊是啊，仅仅以明代长城来估算，这用去的砖石啊，如果用来铺筑一条宽10米、厚35厘米的道路，
那就可以绕地球赤道2周还多呢。将军解释说，战争时长城就用来防御敌人的进攻，和平时期呢，这长城上的门则不再关闭，长城内外就变成了集市，咱们呢也去逛逛吧。正在这时，瞭望台上的士兵大喊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，他们骑着马，他们骑着马，有几十个人，有几十个人。小明跟着将军快步登上烽火台，帮助将军燃起了烽火。不一会儿，小明看到数千米之外的另一个烽火台也燃起了烽火，一站接一站，消息在快速传递，直达皇宫。小明惊呼，太神速了，将军，是要开战了吗？突然有人在大喊，小明，小明，你在哪儿啊？随后将军飞快地拨了一下灯芯，小明看到爸爸在向他招手，一回头，小明发现将军不见了，自己已经回到了八达岭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在这儿！小明飞快地奔向爸爸。爸爸，我刚才上了一节很有意思的中国历史课，让我来考考你，你能说出几个跟长城有关的皇帝吗？秦始皇、汉朝、明朝都有修建过长城。爸爸很棒啊！那你知道以前士兵和将军是怎样通报敌人来了的消息呢？爸爸抓抓头，哈哈，爸爸也不知道。小明整个晚上都在跟爸爸讲他的长城历险故事。